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过年期间打麻将的一个我赢的那一把的精彩瞬间。是这样的，首先我自己已经碰了别人了，所以我这边有三张一样的牌，然后我就按照正常逻辑去摸牌，哎，没摸，我杠了，杠了之后我就从尾巴那边又摸一张牌，哎呦，我又杠了，然后这一轮再摸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要的牌，我就打掉了，然后又轮了大概一两圈吧，我又摸牌，哎，我又杠了，我那时候我已经笑到疯狂，然后我要从屁股后面再拿一张牌，我一看，哦，我自摸了，然后那一把我就非常开心，因为那一把我就是赢的那个牌就是几率真的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到现在我也很开心。现在刚刚坐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点，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快乐。祝大家以后都能像我这样幸运吧。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